相信爱情啊。如果能够总在家里，那又何必忙于出去？如果能够预知未来，那又何必脚踏实地？如果一切早已注定，何必当作傻猫问道？ 给粉丝的今晚上的礼物，你要过去签名。今天是照片礼盒，还有你的同款耳机。对。对，我今天准备了一些礼物，有什么？噔噔噔噔，然后呢？对，这个是签名照。今天所有一会儿参与互动的小伙伴都能拿到这个签名照。 美素的太空安瓶的礼盒，里头有好几只的礼盒，很大盒的，很大盒的礼盒，然后里头有好几只不同的美素的安瓶来送给大家。然后呢，它可以帮助你改善你的自己的皮肤，很好。今天开始我们正式的生日会，然后呢，生日会跟线上的生日会啊，你赶紧边吃边聊啊。 一切早已注定，何必打破砂锅问到底？如何当一个大好青年？有抱负，有志气，功名是首要前提。看到第一个，看到美女是什么表情？这个表情 ，OK。亲爱的妍妍，已经完喽。 看完直播之后，赶快去睡觉，好不好？来亲一个。你知道我在呼什么吗？我在呼你。算了，算。乔木生下凉了，你看，我手里有土，你想栽在我手里吗？ OK， 那下一个环节，其实你在得知你生日马上到来之后呢，其实粉丝们呢就给你剪了一个事。Hi Lawrence， 生日快乐！啦！8月5号，王冠逸生日快乐 ，Happy Birthday to Lawrence。Hello， 我经常遇到你的生日了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我是梁文哈，来自广州，只能在这里祝你生日快乐。 祝你生日快乐！希望你可以一直做你喜欢的事情。Hello， Lawrence， 我是 Aki， 我来自澳门，现在在甘肃旅行。祝你生日快乐 ！Hello， 段宇哥你好，不知道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是经常给你发的小丸子。没错，这是首次给你录制一个线上的生日祝福视频，也算是见了一面吧。我在云南昆明，祝你生日快乐，也祝你 Happy Birthday。嗨，我是刚刚花生大白，我在江苏常州，来各位观众们一起给老王过生日啦 ！Happy Birthday to Lawrence， 生日快乐 ！Hello， 我是空空，我现在在上海，祝王冠逸 Lawrence 生日快乐。 嗨，老王，我是周慧敏，在天津，即将是你的生日了，在此祝福你生日快乐。老王，我是兔子，首先呢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哦，生日快乐呀！我是张明月，我现在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。Hello， 我是盛，祝你生日快乐。Hello， 我是袁宇，在中国天津，谢谢胡萝卜。然后这次是第一次给王先生过生日，生日快乐。王海霞，我在长沙，祝生日快乐，祝你健康，祝你生日开心。嗨，王先生，好久不见，我是顾慈，我是梅球，这快要过了1年了，祝你生日快乐呀！ 睡觉，坚持健身哦。也祝海洋哥顺利迎风起航，收视佳绩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好啦，谢谢，太感动了，这真的是非常珍贵的一个礼物，这真的很珍贵，比起你们买什么东西都。 珍贵，太感谢了！你们的祝福，你们的支持，都非常的重要。谢谢。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 徐老师要吃2片吗？我不吃啊，你必须吃，不吃你就会。忘词一整天。你为什么要让人家忘词啊？居然忘词，他不是也要跟着一起分享？哦，王老师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左边是徐好，那你必须吃，必须吃。我没这么说。这是你的玫瑰花。你送玫瑰花。哇，这个是我的绵羊是吧？我先走了。好了，然后许个愿吧。